知名模型系列粘土人，这次将化为游戏呈现在 PSP 上，除了会动会笑之外，还会跟玩家一同战斗，喜欢粘土人的玩家可不要错过咯。本作的人物模组完美的表现了粘土人的三头身造型，并且搭配生动的表情以及丰富的肢体动作，可以说是将模型给活灵活现的动了起来。但是在背景的部分就可以看得出模组的粗糙，加上场景过少，探索的时候很容易就感到厌倦了。悪いがここまでだ。そこ。本作的乐曲为了搭配可爱的人物造型，在曲风上都是偏轻快俏皮的曲调，一开始听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心情愉悦的感觉，但是由于曲目过少，听久会让人感到厌烦，配音也让人失望，剧情的部分完全没有语音，只有战斗的时候有语音，而且台词量非常的少，敌方的语音更是不断的重复使用，让人生厌。本作为回合制 RPG， 操作简单，加上战斗的难度并不算高，相当容易上手。但是战斗的时候分为攻击以及辅助的角色，使用的武器也会影响到技能的等级，在队伍安排上面多了点思考的空间。不过游戏的遇敌率偏高，战斗的时候对话以及战斗动画拖慢整体的节奏。战斗的动画虽然可以跳过，但是战斗的对话却没有办法跳过，必须要不停地忍受同样的对话一再的重复。地图探索的时候任务提示不够清楚，加上视角仅能够些微的转动而没有办法360度旋转，搭配上冗长而且繁琐的战斗会让人抓狂。本作虽然集合了多部动画的角色，但是游戏的剧情与原作完全没有相关，对于没有看过动画的玩家来说也不会感到一头雾水。不过剧情本身有些牵强，当作纯粹欣赏角色的可爱模样会比较恰当。剧情对话的时候，角色会依照对话的内容或惊或喜，表情以及动作都相当的丰富，让人会心一笑。战斗的时候虽然每位角色的固有技能都有他们的特殊动画，可是一般的攻击动画却是敌我双方都是同一格式，不禁让人感到有些偷工减料。本作的特色为换装系统，可以在商店购买武器以及服装，也可以从女性敌人身上取得。各种配件都有各自的能力加成，穿着的时候除了可爱之外，也要考虑到能力值。另外也有小游戏以及跳舞模式可供游玩，在挑战主线剧情感到疲累的时候，可以适时的休息一下。不过跳舞模式玩家只能够从旁观赏粘土人的舞姿，而没有办法实际的操作，是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。本作虽然角色可爱，多变的换装系统也让人着迷，但是实际游玩上面并不是让人感到这么的心情愉悦。若是不喜欢粘土人的玩家，本作玩起来只会让人感到厌烦，但若是喜欢粘土人以及纸娃娃系统的玩家，这款想必可以大大满足收集的欲望。
Thank you.